哎，你看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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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，
我赵总没感应，看到忘记送药了。风铃响起又是一天，云和沙雨一壶味道难尽。农村烧菜嘛，这就是拼得很，吃得慢人。老弟，我搂到喽。原来搂到了。老弟，你看要的不啊？160块钱，羊毛。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声音，听不到吗？哎，我帮你接的。哎，你可以提要提，管住。我听过，你说。你好。要一个分量听，没生生的。他店开的400多斤。400多斤，咱们接就不接。我听，我洗锅。洗嘛，我烧锅炉。那你喝红酒，我开去了。老大，老王，你这两个怎么弄？服务你嘛，服务你，我这也吃红酒。肯定的噻，还是领导的事。河之间斜阳融在小河里。啊，服了。好，我这就干要求了。好了，要求，我把那边给洗干净。餐桌摆在开幕花香子里。哦，太行了。咦，我录啊。哎呀妈，我不能听你。你干啥？老狐狸。你回楼去，溜溜溜。天应该去哪里？因为今夜的风还有。老弟，喝红酒。要到。慢慢走回家，就这样虚度着年华，没结果。吃饭了，老弟。着脸颊，这是最完美的一天呐。我不吃这个，这个都是你的，你过着吃你吃。我可以来个接触的，那你不去？你稍微说点话，你看到你吃我都别吃，你帮我吃多干点肉，你搞点你干嘛？吃了好干，那你就对面那就知道。我晓得。什么兄弟？我一会儿。啊，我说，我就干。找到他。妈牛，我跑到了噻，就吃素。那个噻，该吃素的。